这几天呢，肝那边不舒服，想解决这个问题。哎，有可能跳湖呀，这样跳的呀，现在大庆呢，大庆呢，大庆呢，像大庆呢，这边郭文贵啊，这边是郭文贵，这边是王岐山，这边是郭文贵，这边是王岐山，郭文贵准备大庆，王岐山也准备大庆，郭文贵准备大庆，王岐山准备大庆。郭文贵那边这次就应该抓住了王岐山了，王岐山那边这次抓住了郭文贵了。那像大庆呐、啊，哎，像大庆呐、啊，那个郭文贵啊，脸色在笑，王岐山这个脸色叫狰狞，准备大庆呐、啊，郭文贵啊，准备在笑，郭文贵呢，发动群众。发动群众，王岐山呢发动少部分人，龚贵啊发动人民群众，王岐山呢发动政客，然后啊，大家以为都以为要胜利，大家都以为自己要胜利，大家都以为自己要胜利啊，所以啊。所以啊，龚贵啊，在跳楼啊，准备庆祝啊。那王岐山也准备在跳楼啊，在庆祝啊。但你看看这个动作、啊、有什么不一样啊？哎，现在看不出，暂时看不出啊。那国际上面，国际社会啊，在观望。现在这我是谁吧？我是川普啊，川普也在观望，川普也在观望。川普的观望，谁对我有利？但是那个川普啊，对着这边，要忍不住要说几句话，叫缺心眼。忍不住要说几句话，要缺心眼。然后川普啊，要对着这边说一个厉害，对郭文贵说的厉害，对王岐山这边说缺心眼。缺心眼，缺心眼，缺心眼。那个，川普啊，现在我是川普啊，忍不住啊，还得说，缺心眼，缺心眼。这边说厉害，厉害。那个，川普忍不住要对这边说，漏洞百出，漏洞百出。就像肛门一样的，没完没了制造漏洞啊！对着郭文贵这边说，滴水不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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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川普忍不住啊，漏洞百出，漏洞百出，对着这边滴水不漏，滴水不漏。但是在两边都给他很大压力啊，都给他很大的压力啊。这边给他的压力啊，叫什么？正义的压力。这边给他的什么压力啊？是金钱的压力。如果放在天平上称一下子的话，发现金钱的压力啊，那很重很重很重啊，分量很重很重啊。但是如果仔细看那个。正义的力量啊，也是很重很重啊，很重啊，很重啊！哎，现在搞得川普都不知道怎么下决心的啊，怎么下决断一下子，怎么下决定？稍微想一下，川普说：“哎呀，我也不要动这个脑筋了，动这个脑筋太辛苦，太辛苦了，交给国会，交给国会选举吧。”74、73。74、73，哎呀，这边占了上风。那既然占了上风的话，那川普就胜者推舟了，胜者推舟了，胜者推舟了，该拿下的就拿下，该扶起来就扶起来，然后这个天平呢，哗，就这么定了，这个天平就这么定了，这个川普。
天平呢？就这么定的呀？川普自己对自己说：“我要学狡猾点，要学狡猾点，要学陈福生一点。我为中国人民立了功啊，但也不要去邀功。打击了那些盗国贼啊，应该叫。我也表白，我也不要去表白，是我打击他们的，所以啊，我就这样说算了。历史啊。”总会有人会公正的写的，所以啊，我以后关于中国的事情就不表达了，不讲了，再不讲了，我止住，不讲，我止住，不讲，要想讲，交给历史去讲，交给历史去讲，呵呵，那个文贵啊，回到天安门广场前面了，呵呵，回到天安门广场前了。那个气枪起在哪里呢？起到该去的地方啊，垃圾楼里去了，到垃圾楼里去了。从肛门口一下子就进了下水道了呀，排出去一个进下水道了，这边进了下水道了呀，进了下水道了呀，进了下水道了呀。嗯，好好的休息吧，好，知道了，休息啊，好好的休息，好好的睡觉，好好的休息。